给老人买什么礼物好？逢年过节看望老人的时候，空手感觉不太好，而老年人又很节俭，不喜欢铺张浪费，应该买什么礼物才实用呢？第一种选择是糕点，价格不贵，而且口感很软，适合老人食用，既方便又补充营养。第二种是豆奶粉或者芝麻糊类，成袋的那种最好，方便存放，兑好开水，搅拌均匀后就可以直接食用。第三种是水果类，不过寒性的水果最好少买，如西瓜、苹果、香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。第四种是舒适的鞋子，对于老人来说，既可以让自己走路不那么累，也能防止跌倒。最后，茶叶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多喝茶对身体好，比那些不知名的保健品好多了。礼物只是一个形式，老人最需要的还是家人常回家陪伴他们了。